我和顶流进酒店的照片登上热搜，全网都说磕到了。川渝太子爷气的发文：“这是我老婆，死小三等着被老子封杀吧！”顶流卑微的求放过，姐夫哥是我呀，你的嫡亲小舅子。糟糕，去非洲挖矿的老公连上网了。我是全网最做的网红，因为不爱听使唤还娇气，一年换了四家公司，天价解约费让我的知名度不断的上升。 大家都在猜测我是哪家的千金，为爱发电拍土味视频，直到我和江野开房的照片被挂上热搜。哦、oh,，江野家的，他确实有那个实力。原来江野喜欢这一挂，臣退了，这一退就是一辈子。谁再说江野是禁欲系，我就长水嘴。看着营销号下面的评论，我忍不住反驳：江野还真没那个实力，毕竟他那点代言费确实只能说刚好够填我的解约费窟窿。 至于我的巨额开销，十个江爷也养不起。本来还愁转型没热度，这下热度直接起飞。我悠哉的躺在沙发上，准备让子弹飞一会儿，等热度过去再澄清。没想到江爷一个电话扣来，姐，出大事了！我抠了抠鼻屎，宽慰他：“姐姐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借我蹭蹭热度怎么了？”不是，网上都说咱俩好配，我俩一个妈生的，长得有点配，怎么了？ 哎呀，姐夫在非洲连上网了，缓了好半天，我才反应过来他嘴里的姐夫是谁。微博已经没了刚刚的一片祥和，反之到处是腥风血雨。江野小三，段家树说要封杀江野，段家树家世，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来自一个三无小号的微博，劳资名叫段家树，这是我老婆，死小三等着被我封杀吧。 艾特江野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公关。江野已经在电话里疯狂地道歉，姐，对不起了。前途和你的隐私，我选择前者。还没来得及骂他两句，微博页面已经自动刷新。江野卑微的求饶，姐夫哥，是我呀，你的嫡亲小舅子。作为顶级豪门千金，有钱随便花的代价就是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。段家树是我权衡之下最好的人选。 有钱有颜还不回家，听说他家在非洲有个大项目，十年八年不着家。我二话不说嫁了进去。办完婚礼后的一个小时，他头也不回的踏上了回非洲的飞机，甚至连洞房都没顾得上。这速度，我还以为他在非洲还有别的老婆孩子热炕头。结婚两年，他连我朋友圈都没有赞过。我一度以为段嘉树在非洲没有网，于是更加为所欲为。 没想到今天被逮了个正着。琢磨半天，我决定先恶人告状。你完蛋了！你连我亲弟弟都认不出来，你完蛋了！别说他了，老婆我都差点都认不出来了。随之发过来的是我发在网上的视频，还有一张简介截图，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“老公去世，独自带俩娃，女人当自强。”视频里的我画着浮夸的妆容，嘴里念叨着土味语录。 今天的老公对我爱答不理，明天的我老公高攀不起。第一次直面土味视频的尴尬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段嘉树却始终不依不饶，发了个语音过来。我倒是不知道，这两年你原来有这么多怨气，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。坊间都传闻富二代们脾气难辨，经常笑里藏刀。段嘉树则是个例外，他是所有人中最不藏着掖着的人。记得高中毕业的那个晚上。 我们一伙人去会所里狂嗨，准备告别即将逝去的青春。没想到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不仅闯进了我们提前订好的包厢，甚至还脱了鞋在里面呼呼大睡。被服务员叫醒后，这男人不仅没有丝毫愧意，甚至掏出了几张百元钞票，试图打发我们。小孩们，你们去隔壁玩。这种拿钱息事宁人的事，这群二世祖做的次数不少，但第一次被人这样对待。 段嘉树是第一个走出来捡起地上钱的人，男人还在夸赞他，对吗？还是这个弟弟懂事。下一秒，几张钱就拍在了他脸上，段嘉树将他的鞋一脚踢了老远。老辈子魔法披风，该滚去哪里滚哪里去。说着，捂了捂自己的鼻子，嫌弃地看向一边的皮鞋，滂臭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段嘉树，传闻中他性格耿直，为人正义。 只是没想到，一开口就是纯正的川普，土死了。谁知道山不转水转，几年后他竟然成了我最佳联姻人选。听说后来这个中年男人还试图报复段家树，结果被段家树直接给搞破产。这样一个睚眦必报的人说要找我算账，我完蛋了。连夜算完了离婚后我可以分走多少财产后，我如释重负。幸好当时结婚太匆忙。 还没来得及签婚前协约，段家树的财产我能够分走一半。没等我从得意中走出来，有人一脚踢开了半掩着的大门。江志，我要跟你盘算盘算。我怎么就已死了？原以为段家树只是连上了网，没想到他是直接飞回了国。两年没见，他比之前看上去更加成熟，褪去了那股青涩。笔挺的西装衬得他腿更长。突然想到网上某个梗。 我的眼睛控制不住地朝某处盯去，好像不是很小。意识到自己有点变态，我慌忙挪开眼睛，却刚好撞上了段家树算账的眼神。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我才给他解释完了什么叫网络梗，什么叫立人设。看着他似懂非懂的眼神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下一秒，他眼珠子又盯上了桌子上被我写的密密麻麻的草稿纸，上面分别算计了他的房产。 股份、分红以及各种零零碎碎的产业，我尴尬的有些想遁地。段家树却被气笑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俩为啥结婚？我点头。商业联姻没有爱情，只有利益。那你知不知道离婚这事你说了不算？我继续点头。别说我说了不算，就连我爸妈说了都不一定算。董事会那群老头一定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。分一半多没意思啊。 不离婚都是你的。段嘉树回国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他的狐朋狗友连夜给他办了一个欢迎会。等我挽着段嘉树的手臂出现在大厅时，我这才发现，原来他们的邀请预计名单根本没有我，甚至可以说，这是一场鸿门宴。大厅正中间是一身红裙的许志安，段嘉树的前女友，他的身后则是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二世祖们。 家树哥哥许志安拖弄着裙摆朝我们飞奔过来，我心里默默的念叨着：按照小说剧情，下一秒他应该是左脚绊住右脚，然后一头跌进段家树怀里。正当我默数倒计时的时候，段家树伸手拦住了人，顺便将我挡在他后面。不好意思，许小姐，我太太的礼服很贵，你这么毛手毛脚，我害怕你手里的红酒一出来弄脏了我太太的裙摆。说完，他不还忘了补一句。 我虽不缺钱，但是我太太难得有一件很喜欢的衣服。刚刚还热情的人，突然被定在了原地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同样震惊的，还有悄悄地摸索礼服布料的我。三小时前，段家树恳求我一同参加这场接风宴，美其名曰怕别人觉得我们貌合神离。我虽心中不想去，最终也抵挡不住他的软硬皆施。 直至他最后承诺会送我那颗即将出现在拍卖场上的粉宝石之后，我才勉强的答应下来。最后，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那么自愿，我特意换上了淘宝买的七十九块钱的小裙子。没想到这淘宝货摇身一变，还能成为段嘉树嘴里的限量版。虽说我确实有穿什么都像高定的气质，但是这个布料怎么看也不像很贵的样子。等他拽着我走远了，我才开口揶揄。 原来大名鼎鼎的段家树撒谎起来也是张口就来，怕不是以前哄骗过不少小姑娘吧？谁知他并没有正面的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反而只是凑近了盯着我的眼睛问：“不是吧，陈年老醋你也吃？吃个屁！本来就是商业联姻，只要不搞出人命来，我才懒得管你。”段家树皱了皱眉，逐渐的朝我靠近，直到我退无可退，最后被人抵在了墙角，将至。 我记得我们不是合约夫妻吧？距离近到我都能清晰地看到他脸上的毛孔，还有耳旁震耳欲聋的心跳声。还有，我没有什么前女友。许之安我不熟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段嘉树的名字，他总是家长嘴里最不听话的小孩。小学时逃课，中学时打架，好像校规里不允许做的事情他全做了。每周一的升旗仪式，校长讲话完毕后，都是他的自我检讨。 那时的我自诩清高，一心只喜欢温柔有学识的男孩子，更何况是他这种满口川普、看上去一股土气的人，我向来都是瞧不上的。喜欢他的女生有很多，大家都觉得他桀骜不驯的样子很迷人，但真正的敢追他的人只有一个许詹。许之安追他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听说还跟去他家里，为了他学了一学期的钢琴。对于他俩究竟在没在一起，大家都只是猜测。 直到某周一早晨，两个人一起上台念了检讨。那时全校都在说：“果然女追男隔层纱，段嘉树再怎么拽，还不是被人拿下了。”后来我生了病，家里请了家庭教师给我上课，我再也没有去过学校，直至毕业那天，他踹飞了大叔的鞋。回想到这里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，开口询问：“我记得你以前总是满口川普，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字正腔圆了？” 段嘉树瞥了我一眼，慢悠悠地回答：“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吗？”也不知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但我承认段嘉树泡妞的手段果然又高明了不少。因为段嘉树突然回家，我不得不跟着他跑了很多应酬。公司催了我好久的土味视频，我都没时间拍。在运营的再三催促下，我牙一咬，又一次提出了解约。这活我干不了，你找别人干吧。 解约费我会打在公司账户上，为了防止运营挽留我，我果断的挂了电话。等钱汇到账之后，我将以前的视频全隐藏起来，连同我一向很满意的土味简介都改成了“想我了就说公主请出现”。因为上次的热搜，很多吃瓜网友对我后续账号的发展很关注。没想到我直接删号走人，一群人跳出来开始感慨豪门媳妇不好当，不是我马后炮。 我就知道马甲掉了，他肯定就做不了这个行业了。看他账号粉丝粘度还挺高，好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娇妻不必当，装疯卖傻的网红日子好过。还是现在这个社会好，能有少奶奶装疯卖傻逗我们笑。更有甚者嘲讽我做这些自降身价，不仅给段家树家里公司蒙羞，还让江野丢人。诅咒老公死，这种女人放在几十年前就应该进猪笼。 连同我以前拍段子说过的娇妻语录，此刻也成了我的罪状。江野最先忍不住，直接开大号下场对黑子：“教你大爷妻，就算我姐一辈子不嫁人，我家也能供她一辈子富裕生活哦。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老公，真的是好一个女人当自强。老公的钱我是要花的，自强人设我是要立的，好一朵白莲花。要不说网友的嘴无人能敌，好的时候他能把你夸出花。” 坏的时候能把你踩入泥坑，纵使江野打字再快，最终还是败下阵来。舆论越来越大，连同他最新官宣的品牌代言都发文说已经和他解除合同。江野气得给我打电话，我让他别急，不就是一个代言？直到他连续被解约了五个代言，他终于慌了，发微博艾特段家树、江野，艾特劳资名叫段家树姐夫，你还不帮帮人家？当晚热搜。 景浩江也撒娇好娘。景浩，段家树带人在书房开了一下午的会议，一群黑人在里面叽里咕噜的说半天。我只能猜测，可能非洲的事情还没有完结。段家树不顾所有人劝阻，非要回国。他忙着成这样，我哪还好意思因为这么一点点事情打扰他？趁会议间隙，我问能不能借用一下他的手机查岗啊？段家树笑盈盈的望着我，不知道为啥，我总觉得这眼神很熟悉。 但又想不起来。但听到这三个字，我矢口否认，想蹲地逃跑，却被他一把拎住后领子。随后手里被塞进一个东西。我的所有东西，你都可以想查就查。密码是结婚那天日期。等我利索的打开微博时，这才发现段嘉树的微博只关注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江野。我的微博被公司收回，此刻我只好顶着段嘉树的账号作威作福，还没骂两句。 账号就显示被人顶了下去。再刷新，段家树已经在微博杀疯了。豪门太太当网红，假豪门吧？段家树，你号没了。P.S. 以此证明爷的实力。哈哈哈哈！当网红真丢他老公家的脸。段家树，我从不认为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职业。同样，我觉得你这样在网上随意贬低他人，才是给你家丢人。一个被窝，谁不出两种人？ 谁知道这个段嘉树是不是什么正经人呢？段嘉树，你号马上也没了，很快的，微博一大批嘲讽我的人号都被炸了。时隔多年，段嘉树的脾气竟然没有像高中时那么暴躁，吵半天说出最重的话也只是一句“你号没了”。这种反差莫名的让我觉得好笑。一转头却看到段嘉树坐在沙发上，头发挠得像一个鸡窝，跟网上映射出来的形象完全不一样。 段嘉树，干嘛？觉得你很像一个人。我的初恋，高考完过后，我迷恋上了一款游戏。我这个人属于又菜又爱玩，但我在同学中立的人设让我无法开口让大家带带我。我那初恋对象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，对方在美国留学，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国。声音好听，技术厉害，人还贼温柔。没两个月，我就坠入了爱河，不可自拔。 开始和人搞起了异国网恋，网恋两年的时间里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照片。室友说，对面可能是一个扣脚大汉，让我当心被骗。那时的我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人对他的诋毁，放出豪言，就算他是身高一米五、两百斤的大胖子，我也认。反正我喜欢的是他的灵魂，不是他的长相。但室友的这句话，第一次让我产生了想要奔现的冲动。 好不容易跟对方确定好那个寒假就见面，谁知道对方突然冷暴力我。等我追去美国找到地址上的人时，才发现那人原本就有女朋友，而我不过是他无聊时的消遣。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爱是可以假装出来的。恰好家里说需要和人联姻，恰逢遇到回国的段嘉树，他的声音莫名的像扎我的男人，鬼使神差般的我说出了他的名字。本以为他会拒绝。 但没想到他竟然也一口答应了，可以说造成我俩如今这个尴尬局面的罪魁祸首是失恋了冲动的我。但是我想了两年都没能想明白段嘉树到底是为了什么才答应的。为了啥？还不是为了和你的爱情？我弟贱嗖嗖的冲到我耳边嚎叫道。我瞥了他一眼，爱你个麻花情。那天在微博江野和段嘉树闹得很大，直接结果就是他们两个的账号也被爸妈给没收了。 一把年纪了，你还跟那些网友较什么劲？段嘉树他爸发了好大的火，我刚想上去劝诫几句，想说这是我的问题，没想到他死不松口，说如果连自己老婆都不维护的话，那么他就是光长年纪不长责任心。争吵到最后，段嘉树被他爸用鞭子抽了好几下，他硬是生扛过去，没有叫出一声。我觉得段嘉树这个人真的很割裂，有时候很成熟稳重，有时候又像个小孩一样执拗。 较劲起来还挺像高中时候的他，那你是喜欢现在的我还是高中时候的我？一句话差点把我 CPU 都烧掉了，我结结巴巴半天，再次提醒他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俩只是……我知道。”他打断了我的话：“商业联姻嘛。”我赞许地点点头。既然清楚，就不要谈什么喜欢还是不喜欢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婚姻要怎么继续下去？是假装一辈子，还是我们干脆试一试？ 将至，不然你和我试试吧。我其实很好的，真的。段嘉树的告白让我彻底的慌了手脚。虽说我嘴嗨，自己泡过八百个男模，但其实连男人的手都没有摸过，更别说突然要和自己的老公从行婚升级成恋人，这跨度有点太大了，我有些接受不了。那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该不会真想当他死了一样过五十年吧？好友追问我内心的想法。 我脑袋空空的摇了摇头，我没有想法。我甚至想要他待在非洲五十年。感情的事在我这里完全就是一片空白，更何况他非洲的事好像没搞完。我不想异地恋。俗话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蛇。万一段家树也玩起中国一个家，非洲一个家的把戏，那我就完全可以搬进哥谭市里去住了。蝙蝠侠都能直接来抓我这个小丑。好友说我太悲观。 段家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不信。毕竟当年他和许志安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多年后他竟然也能矢口否认，谁知道以后他会怎么对我？说到底，你不是不接受他，而是你对他不自信。我摇摇头，我不是针对他，我是不相信每一个男人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我爸对赌协议即将失败，为了防止破产，我妈将我紧急的召回。闺女，为江家做贡献的时候到了。 一碗黑乎乎的汤被摆在我面前，我不明所以，拿回去给段家树喝，喝了能生双胞胎。我无语的看着我妈，我俩连嘴都没亲过，还怎么生双胞胎？不管你想办法生，我都想好了。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他，到时候孩子他家一个，我家一个，你们离婚。反正段家的血脉，咱们江家得占一半。实在无法沟通，我拎着包准备走人，我妈在背后阴飕飕的开口。 你也不想你爸的心血付诸东流吧？我冷哼一声，反正破产了，段家树还能养我。话虽这样说，我也不敢确定，没有了家族的支撑，段家树到底还会不会想要和我试试？但很快的，我就因为自己纠结的想法觉得好笑，因为我刚回到家门口，一个小黑娃突然冲上前，抱住了段家树的大腿。爸爸，我好想你呀、啊！我也曾想过。 段嘉树或许有自己喜欢的女孩，商业联姻本质上就只有利益关系，只要没有触及利益，对方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可厚非的。我认识很多因为家庭生意走到一起的人，很多都是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东边一个家，西边一个家。只不过我更愿意相信他跟那些二世祖根本不是同类人。没想到别人只是乱搞，他直接搞出一个娃。段嘉树还没有反应过来。 我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，蒙在原地的人瞬间清醒，一把推开小孩：“你这个乌漆嘛黑的咪娃，乱喊啥子？哪个是你老汉？”说完，立刻委屈的望着我：“老婆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”看得出来，他很着急，急得川普都飙出来了。但小孩比他更委屈，小嘴一瘪就要哭出来。我看得心烦，怒斥小孩：“别哭了！”谁知这小孩哭唧唧的往我怀里钻：“妈妈，我终于看到你了。” 好半天我都没想明白，我啥时候有了一个小娃，还是个黑娃？段嘉树瞪大了双眼，气得语无伦次。好啊，江志，你啥时候背着我偷偷的生了个孩子？说着还梗塞了两下，还这么大了。我也很奇怪，但小娃就是拽着我不松手。还没等问清楚缘由，段嘉树已经给我妈拨去了电话。妈，你快管管江志，他竟然和别人生小孩了。 听不清楚电话那头，我妈说了说了什么？段嘉树赞同地点点头之后，还不忘加了一句：“对你好好的说说他，太不像话了。”当晚家里所有人都到齐，开始审问这个突如其来的小家伙。但他中文学的十分有限，只能说出一些简单词汇，例如一直追在我后面叫妈妈，或者抱着段嘉树叫爸爸。别说我跟段嘉树根本没小孩，就算有，也不可能生出这个颜色的。 小屁孩瞧，我们都不相信他，更加委屈地坐在沙发上，谁都不搭理。小孩，他们真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吗？江野不死心地再次追问，结果得到的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。对呀、啊，这下所有人都懵住了。江野嚷嚷着：“这肯定是仙人跳，一定是有人让他来接近你们，你们于心不忍就收养他，最后长大了他就吞并你们的家产。”我反驳：“这长线放的太长了。” 长大还有那么多年的时间呢，能想出这种法子的人一定蠢到不行。更何况，他怎么知道我们会收留这个小孩？谁知道小孩听到这话坐不住了，我才不要住你们这里，我有住的地方。我跟段家树一个对视，当即就决定按照小孩给的地址送他回家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并不远，而他嘴里的监护人竟然也是一对黄色皮肤的夫妻。 段总，见到我们这对夫妻很惊讶，连忙招呼进屋。怪不得听说你急着回国，原来是跟夫人和好了呀。对方乐呵呵的看着我俩，一时之间，我敢笃定段家树一定有事情瞒着我。刚到家，我就把白天我妈让我给他打包的补药端了出来。这是啥？断子绝孙药。说完，我恶狠狠地瞪着，警告他：不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，你就等着断子绝孙吧。 连叹了三口气，段嘉树才讲了他在非洲干的一些事情。原来他在非洲工作的时候，遇到了很多很可怜的弃婴，他们很多都是父母不负责任遗弃的。段嘉树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在当地创办了一个孤儿院。尽管段嘉树去看望他们的时间很少，但里面的小孩子都会叫段嘉树爸爸。有一次，他听到别的小孩问为什么妈妈从来不来看他们时，段嘉树掏出手机播放我的土味视频。 并且告诉小孩们，我就是他的妻子，他们的妈妈。孤儿院的小孩很多，段嘉树并没有记住每一个小孩，但是小孩们不仅记住了他，甚至还记住了我。刚刚那小孩是幸运的，他被那对中国夫妇收养了。段嘉树语气里全是自豪。没想到他竟然能一眼认出你来。我疑惑，既然他知道，为何刚刚还在和我装出一副他不知情的样子？我刚真的蒙住了。 一时间哪想得起来？再说我怎么知道这要巧，刚好还能住一个小区？说的确实也对，我勉强相信了他的说法，并且警告他以后不要再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了。段嘉树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其实还有一件，但不管我怎么追问，他也不肯开口。”猜测到可能是他的一些莺阴艳艳，我也不再自讨没趣，准备回房间睡觉。谁知道他突然起身，将我拉在怀里，认真的发誓：“我保证从现在起。” 我一件事情都不再瞒着你，成吗？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呆滞地点点头。那你现在能和我试试吗？想了想，反正自己不吃亏，我再一次慎重地点了点头。自从我决定和段家树真正的在一起之后，我就变得异常粘人，总是想要跟段家树待在一起。公司传言我是担心他在外面养小三，所以整天疑神疑鬼，不肯离开半步。对于这样的谣言，我十分生气。 并且发誓自己要做一个三好老婆，绝不在他公司一步。但偏偏我前脚刚发完誓，后脚公司就闯进了不速之客，徐之安竟然成了段家树的新助理。刚收到消息，我就马不停蹄地前往了公司，生怕我去晚了一秒，他俩就天雷地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推开门见到的竟是徐之安哭啼啼的一幕。见到我，徐之安眼里满是恨意，僵至。 你来看我笑话是吧？没想到我倒贴这么多年，连小三都可以做，竟然还是输给了你。我惊讶于他怎么可以把做小三几个字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输给我是因为你本来就不如我？此话一出，许之安更破防了。临走还不忘放下狠话：我不会放弃段家树的。我阴阳怪气的在后面鹦鹉学舌：我是不会放弃段家树的。 原本已经走出办公室的人，又踩着高跟鞋回来，满脸怒气地瞪着我。是不是别人不发火，就把别人当傻子？我翻了一个大白眼给他。我还真不信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他真能把我怎样？果然，在他即将对我动手时，段家树挡在了我的面前。徐小姐自重，不然我让保安来请你了。望着许之安的背影，我久久的不能释怀。我不知道段家树哪里来的魅力，能让他念念不忘这么多年。 并且好奇当年他俩分手的原因。段嘉树听到我这样问，连忙撇清嫌疑，说他根本没有和许志安谈过恋爱。之前学校里都是胡扯，那时候他根本已经成亲了。只是我已经不在学校了。段嘉树说他这辈子只谈过一次恋爱，还是网恋。我打趣道：“那我俩还是真的挺配的。我也网恋过一次，不过还没来得及奔现就逼了。好巧，我也没来得及奔现。” 段嘉树语气里满是遗憾，我听得有些不爽，满是醋意地问他：“那当初是不是很喜欢那个网恋对象啊？”“确实很喜欢。”明知道不应该去追问当年的事，但听到这个答案，我还是不爽，拎着包就准备走人，却还是被段嘉树拽住了手腕。“你说你为啥总是那么急，从来不听别人的解释是吧？上一次也是这样，连解释的时间都不给我。”一番追问下。 我竟然得知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，当年和我网恋的人竟然是段家树。你说你不喜欢我这一款的，所以我伪装了好多年。得知了真相后，我匆匆地逃离了公司，准备自己好好的静一静。为了防止段家树来找我，我直接和好友飞出国游玩了一个月。这一个月里，我彻底的认清楚了自己的心。或许在年少时默默的注意段家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悄悄的喜欢上了他。但是那时候的我嘴硬。 总是说他是我最看不上的那种男孩子。多年过去，他的偏爱还是让我很快的沉浸了下去。我决定既往不咎，好好的去过我俩的踏实日子。没想到刚下飞机换上电话卡，手机就叮叮当的响个不停。失去联络的一个月里，段嘉树每天都在微博里艾特我，劳资名叫段嘉树，公主请出现艾特将至，每一天都艾特一遍，从不缺席。 网友从刚开始的吐槽倒戈，到最后纷纷都说磕到了。豪门的爱情，我们 NPC 看起来就是甜，很好。我又成了小说里看热闹的网友啊，谁懂啊？他想他了不直说，说公主请出现，还是真夫妻好磕。呜呜呜，给我锁死在床上。看着网友们的起哄，我第一次觉得网络环境是这么有爱。不远处来接机的段嘉树朝我挥了挥手。 我利索的在微博上打了几个字，江致，嗯，出现喽。段嘉树番外，我从小就喜欢上了一个姑娘，但是听说她很烦我。她说我的一切活泼迷人的行为，在她看来跟孔雀求偶没有什么区别。朋友说江致喜欢温柔的男生，讨厌像我这样阳光帅气的。我不信，我觉得他在欲擒故纵，但很快的就证明他们说的是对的。许志安缠我最紧的那段日子，我烦的不行。 亮出拳头警告他再跟着我，我就打女人了。没想到被路过的教导主任抓到，以为我们在打架，又一次让我在红旗下面检讨。后来学校里传言我和许志安谈恋爱，我本想去和江志解释，谁知道他连个眼神都没给我，看不上哥是他的损失。高考后那次聚会，是我时隔半年再次看到他，遇到一个猥琐大叔，我又一次像求偶的孔雀一样上去给他一个教训。 本以为江志会觉得我帅死了，没想到偷听到是，竟然是他和朋友吐槽我的川普太土了。粗柳簸箕细柳斗，世上谁嫌男人土？等我花了两个月时间，终于练好了普通话。结果他小子迷上了游戏，不肯再出来见我一面。很好，苦练两个月游戏之后，我终于加上了他的好友。本以为的清冷女神，私底下迷糊的可爱，但害怕露馅，我给了他一张我室友的照片。日子久了。 我既沉迷在虚假的网恋中，又懊恼他宁可喜欢网络上的人，也不肯分半点眼神给我。于是，我做出了人生中最蠢的决定，在他即将找我奔现的时候，让室友演了一出戏，让他以为自己网恋的是一个渣男。他离开的时候，我跟在他身后一晚上。不会抽烟的我，硬是抽完了两包烟。我总以为我俩时间还多，等我回国之后，一定有时间讲得清楚。 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他要联姻的消息，我不允许，我都不敢想，到底哪个幸运儿会娶到他？哦，原来是我，没事了。结婚前一晚，我紧张的一宿没睡，生怕看到他结婚时满脸不愿意的神情，却又暗戳戳的期待着他对神父发誓今生只会爱我一个人的场景。看到他穿着婚纱走向我的那一刻，我差点泪奔，为了怕他尴尬。 我连衣服都没时间换，只身前往非洲。没想到换来的竟然他和别人进酒店的照片，封杀他。哦、oh,，是小舅子没事了。网友骂他，炸号炸号。许之安阴阳他，我自然会出手。陌生的小孩叫他妈妈，丈母娘，你快管管他。我之前的愚笨总是让他和我之间拖得太久，但命运把我俩拽在一起总是有原因的，姻缘嘛。 上天安排的最大喽，只是他最近又迷上了拍视频，比以前更让人生气的是，这次他的人设是性感辣妹。视频大火后，他开始各个地方到处飞，而我就像一个等待老公归来的娇妻，不甘心的我再次在微博发牢骚，劳资名叫段嘉树，公主请出现，江志，我想你啦。